圣经讲到《路加福音》第八章，《路加福音》第八章。我们再看第八章。第45节，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你真正摸到主了，有没有能力从主身上出去啊？这个摸到主，你今天在生命中间是否摸到主？你要真正与主相遇了，你这生命和主有连带了，那一定有能力从主身上出去，因为主就是能力的源头。今天你没有摸到主的时候，主的能力不是你的。所以主的能力也不可能临到你，因为就是因为主的能力，你信主，能力就临到你，照样在救恩上也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神的能力在什么样的人身上显出呢？信的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你得让神发挥他的能力。你要靠肉体，神的能力就不发挥了。你不靠肉体，你凭信心的时候，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发挥的，神就要发挥他自己的能力。他巴不得所有的教会的弟兄姊妹都能摸到主，这个摸到主是属灵的摸到，是灵性上的通道，生命上的连接，生命上的联合。当你的生命和主的生命一连接到一起的时候，摸到主的时候，马上就能力出来，主的能力就在你身上。所以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救一切相信的人，照样这学漏的妇人今天得回生命了，得到永恒的生命了，不然他就死了，他都要漏了的。今天教会中间漏生命的教会多不多？太多了，全把自己的生命漏掉了，没有生命了，再光有个外壳有什么用？是不是啊？光有一个躯壳有什么用？所以主巴不得所有的人都像血肉妇的人这样，真正的摸到主生命中间的这个摸到主是生命的连上的联合，与主联合，实实在在与主联合。好，我们再看啊，耶稣知不知道谁摸他？为什么要问？就是要把信心显明在这世代中间，把这女人的信心显明给后来世代的人看，目的是叫后来的世代人也效法他这样的信，这样的信是成功的信。边跟着主，边拥挤主，没摸到主，这样的信是一种外在的拥挤，是吧？彼得和所有的人这时候都在拥挤呢，还没有遇见主呢，还没有真正的摸到主呢，而唯独有一个血肉的妇人，为什么他会摸到？因为他绝望了。为什么他会摸到？因为他要死了。为什么他会摸到？因为没有人靠近他。为什么他会摸到？因为他血肉啊，别人都比他健康，唯独他不健康啊。别人都比他圣洁，唯独他自己不圣洁呀，是不是？这不圣洁者得着了，那圣洁者得不着，是不是啊？那不圣洁者，这个血肉的妇人今天没有指望了，遇见耶稣了。有多少人今天在自己的指望，在自己的在世界中间，在自我里面根本不靠主，所以他得不了的。光外面拥挤做宗教徒，外面拥拥挤挤都是肉体上的侍奉，都是宗教的服饰，都是血气的服饰，根本就不认识神。
真正遇见神的人是实实在在的，他有环境了，而且这个他的病不是一般的病，漏了12年，受了许多的罪，在医生各个医生手下受许多罪，并且没有治好他的病，反而倒加重了，把家里所有钱财都花光了，自己一点指望都没有，要钱没钱，要命没命，要健康没健康，要洁净没洁净，在人前都抬不起头了。这样一个女人砸在人群中间，活上了，摸一把。如果她不活上去摸耶稣去了，因为她摸耶稣，如果她没有信心去摸耶稣，就是被砸死，是不是啊？有信心摸的才能得着，没有信心摸都得不着。如果我们中间到现在还有人没摸到耶稣，还没有明白他的救恩，你就是没摸到耶稣，还没有知道耶稣是有拯救的时机，你就是没有摸到耶稣，你就跟那些法利赛人一样，跟那些祭司长文士一样，过着宗教的生活，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和主之间有连带关系，生命上的连带关系，是不是啊？今天要的是什么？上帝要什么？要都像这样，你都血漏才好。世人都犯了罪，是不是都血漏了？对，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有人以为自己很健康的，不需要耶稣，所以也不来找耶稣，全都在外面宗教那种摸耶稣、拥挤耶稣，跟着跑，随便唱耶稣，是不是啊？耶稣往哪跑，他就往哪跑，都是外在的跑，一向奔跑。但是却没有得到主，这个血漏的妇人今天就一下把主得到了，因为神的能力在信的人身上就显得完全了。神就要显得他的能力，你信他好发挥他的能力，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工作，和神的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做成的工作，他的大能你用信心成就了，你不用信心他不用大能，这是正好是成正比的，你的信心有多少，神的能力在你身上发挥就有多少，你没有信心，神的能力不在你身上发挥，神要发挥他的能力，巴不得所有的人都给他这一次发挥能力的机会，神要在你身上发挥他的能力，要显明借着你的信在你身上显明一件大事，因为神和人本身就是同工，神和人同工就是要借着你的信发挥他的能力，发挥他的作用，发挥他的智慧，发挥他的权柄，但你今天不信在你身上什么也不发挥，神奇奇事在你身上看不见，因为神不需要这样的人，他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真实相信的人，相信的人再不好的女人神也说女儿，你的心救了你，不相信的人再好的人主耶稣基督也厌烦这样的人，因为不好正是不好，有不好的道理，有不好的好处，坏事都互相交织，如果这个血漏夫人没有血漏，她也不可能逼到这个份上，砸在人群后面，活上死了就摸耶稣一把，不怕低头打，不怕犹太人唾弃他，不怕别人拿火把他烧死，因为这不是一般的人，摸耶稣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要付出死的代价，反正他说我也要死，我就摸他一把，并且这个摸是凭信心摸，摸完了血漏立刻止住了。耶稣故意问，耶稣知道是他摸的，故意在人前要把他的信心显明给众人，叫众人看看他的信心，用能看得见的去显示那看不见的，是不是啊？显明信心看不见，摸能看见。耶稣说：“谁摸我了？”谁都不敢承认，没摸的都不敢承认。因为这下子坏了，这下摸耶稣摸出祸了，耶稣来找后上来来找他，我可没有，我可没有，都在这往外推迟，是不是啊？都不敢承认，
没有我都不敢承认。他们当时以为摸耶稣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谁呀、啊？他们都拥挤你，都倚靠你，哪倚靠？就得往里倚靠，里面的倚靠上，是不是、啊？所以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总有人摸我，谁摸主，主都知道。这时候呢，一看瞒不住了。这女的战战兢兢伏在耶稣面前，我摸的，就是我摸，我承认了，就把她所有的摸耶稣的经过和血漏止住的经过都讲出来，这就叫见证，这叫见证吗？见证。我们今天把我们所听见的，把我们所经历的主见证给弟兄姊妹，把我们从主所领受的真道见证给弟兄姊妹，这就是见证，因信心而产生的果效。我生命上的改变产生的果效给弟兄姊妹见证出来，这是真的见证。耶稣就是要叫这个血漏仆人亲自向众人见证他是那个血漏怎么止住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也要向众人见证，见证什么呢？我们从前是个罪人，今天怎么成为义人？是不是也得这么见证？好，这个女的见证出来，见证出来这众人的吓得不得了，这是不是得拿石头把他打死啊？我们看，没想到耶稣基督，注意看啊，当众都诉说出来，耶稣基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血漏的夫人，血漏怎么止住的？是认罪悔改止住的，还是信止住？现在有多少把认罪悔改和信给分开了？他的血漏是怎么止住的？他是在主的面前好好的道出认情，血漏止住的吗？一看就有病了，你说这俩犯罪犯多了，这都跟哪学这套东西呢？你说这套东西根本不是圣经里头，我给你从旧约一直查到新约，我给你多举几个例子，你自己看，好不好？你可以看到底，这个血漏仆人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啊？怎么止住的？雅鲁的女儿怎么好的？十二岁都死了，怎么活着？认罪悔改活的吗？你在哪辈作孽了？有的人就这么去探望弟兄姊妹，一看家里头遭遇一些不幸的事情，知道你在哪辈作孽了？这样的人不要叫他出去探望，好不好？这样的人不能探望，这样的人探望就把教徒就带到坑里去了，就把弟兄姊妹就带到死路中间去了。你在哪作孽了？你跟他是哪辈子做的孽呀？你好好道出认清吧。耶稣基督生来就瞎眼睛，到耶稣面前求，是不是、啊？耶稣给他医治了，医治了生来就瞎眼的人。有人问：“主啊，拉比，是他父亲犯罪，还是他犯罪，还是他哪一辈犯的罪？”耶稣说：“不是他犯罪，也不是他父亲犯罪，只因要显明上帝的什么荣耀，神要亲自显明他的荣耀。”不是谁犯罪的，为什么今天别人一有病的，或者一有这造成祸患的，有的人去探望的时候不是安慰的？因为哥林多后书明说，第一章明说的，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从用基督的安慰，基督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那为什么他遭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用安慰呢？上帝要你用安慰，你为什么到那地方非但不是安慰，你在哪地方作孽了？好像你没作孽，所以你没遭患难似的。你说这话不骂人吗？啊，世人都犯了罪，你没作孽吗？按照肉体来说谁没作孽？都作孽，世人都犯了罪。今天你不能用犯罪不犯罪衡量一个弟兄姊妹遭不遭遇祸患，好不好？你这样衡量，你就明明是
在神面前自己自夸呢，证明一件事，证明你没作孽，别人作孽了，你做得好，你行得好，这个人本身就是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人，才说这话。而雪勒的夫人到耶稣面前有没有痛苦流泪的认罪悔改？有没有？没有。他的雪勒怎么止住的？像雅鲁的女儿，注意看，雅鲁的女儿是代求的，谁替她代求的？我们注意看啊，第三呢是雅鲁的女儿。雅鲁的，雅鲁的女儿怎么活的？12岁死了，12岁死了，还没成人呢，还没长大呢，刚刚12岁就死了，有病死了，现在谁替他求呢？父亲出来求了。父亲怎么不上法利赛人那求？父亲怎么不上那个犹太人那里求？不上文士，不上祭司长那里求，不上宗教会堂那里去求？为什么来求耶稣？耶稣既不是医生，耶稣也不是法利赛人，他为什么上耶稣求？这就说明雅鲁知道耶稣基督，看见过耶稣基督行了许多神迹，所以他来找耶稣了。在找的过程中间，耶稣又行了个神迹给他看，这就叫你看见。有信心的人，上帝用神迹奇事随着你，叫你看见神迹奇事。没有信心的人，上帝就把神迹奇事在你眼前就给关闭了，叫你看不见，对不对？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是不是？好，雅鲁的雅鲁替他女儿去求的，找谁去了？找耶稣上他家里，他女儿死在家里头了，被别人报信说你不用劳驾赴死了，你不用劳驾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雅鲁最后说一句话，那个耶稣说一句话，说不要怕，只要信，只要你信，你的女儿必得活，是不是？就给他个应许。雅鲁这个时候的信心坚不坚固啊？坚固，因为他来找耶稣就是叫你自己的女儿得医治，但没想到别人给他又吹的耳边吹了个冷风，什么冷风？你的女儿死了。这句话容不容易消化你的信心？行行，死了死了算了吧。那么今天呢，耶稣就给他一个定心丸。什么定心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呀。最后去了，去了那些人，哎，耶稣说了一句话，叫那些人好顺吃笑。耶稣说什么呢？你的女儿不是死了，乃是睡了。明明人死了，你断了呼吸了吗？有人看疯的、彪的、傻的，耶稣完了，你看这明明死了，他说睡了。那么亚拉撒路死的时候，耶稣说没说睡了？因为有信心的人虽然死了，不是死了，乃是什么？睡了。好，现在是代求。注意看这个代求的例子，是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代求，父亲给女儿代求，好不好使？好使。你给别人代求好不好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家里有不信的，你给人不信，你丈夫不信，你给你丈夫代求，上帝听不听？听。你只要凭信心给你丈夫代求，你就能救过你的丈夫。你听清楚了吗？你丈夫虽然现在灵里是死的，但通过你的代求，耶稣基督也像医治，也像叫雅鲁的女儿复活那样，叫你的丈夫复活活过来，是不是？你现在你不能不给他求，爱死不死不管，今天我不管他，你这想法才是错的。你白白得到恩典，为什么不给你丈夫？你可以代求啊。神可以有一天改变他的心的，好不好？别说你自己，你看教会中间有几个弟兄，你自己看看，你自己看教会中间有几个弟兄多是姊妹多？那么将来上帝就要光要姊妹不要弟兄，是吗？不是的，上帝在一个家里拣选一个，就借着你这个人拯救你这一家人，
对不对？对。你可别往别人上想，哎呀神爱我们就拣选我们，弟兄都得下地狱，姊妹都得进天堂，都这么想，那可不对呀、啊！你这么想法你就有问题啊！你恨你的丈夫，你不愿意跟你丈夫进天国，你不想救他，是不是？你现在祷告神就必垂听了，就能救他，是不是？你怎么知道你救不了你自己的丈夫？能救吗？神给你这机会呀、啊，但你不爱叫他得救。我向天堂，他将来下地狱，在那里咬牙切齿，我干老那个了，特别高兴。哎，好，终于好，是这样吗？不是啊，教会的复兴不是单单体内都先信耶稣的，那当然夏娃先犯的罪，夏娃先信的正常，是吧？是，但亚当也必须都得信，都得来呀、啊，因为耶稣就是为亚当死的。今天呢，姊妹是身体，丈夫是头，那丈夫也信，你光身体信了，丈夫把头扔在一边，对不对呢？不对的，是不是啊？好，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耶稣给他一个应许，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注意看，再往下看，又给这女儿，给这个雅鲁的女儿。说女儿起来吧，这话一入了女儿的耳朵，马上就起来。神的话就是什么？女儿起来吧，她的灵边回来，她就立刻。这句话就是什么？耶稣的话入了你的耳朵，说女儿起来吧，我们都起来，对不对？从前死在过半个罪恶之中，现在与基督一同什么？我回来了。是不是？这就是应许，是认罪悔改活过来的吗？啊，雅鲁跑耶稣面前的好多人认罪，也是我在哪犯罪的？你这样做，你根本不认识上帝，不认识上帝才那么做。别人教他什么认罪悔改，我可以给你举很多很多例子，都不是认罪悔改。代求的多的是，是不是？祷告代求的多的是。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往后翻，11章，我们从第五节开始看，11章第五节开始看，这里有一个代求的，等一会儿咱们再讲亚伯拉罕代求，摩西代求，这都是代求，还有以利亚的祷告，咱们可以拿出一些例子给弟兄姊妹看，还有十字架强盗的祷告，还有耶利哥瞎子的祷告，这都是祷告，这些祷告都讲出来，那么时间就不够了，我就抽出来几个重要的给弟兄姊妹看，他们的祷告都是怎么祷告的。好，咱们看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的。那人在那里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都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谁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什么直求，这就来说直求，我说别拐弯弄角的，这是不是给别人代求？一个朋友到他家里边，他家里穷，拿不起就要跟别人借三个饼，管他邻舍，管他朋友再借，管他自己的朋友再借。这时候朋友说，我已经睡着了。注意看，他就在外面就求他，情辞迫切的求啊。什么叫情辞迫切？情辞迫切，情辞迫切的求，他为谁求？是为自己求啊，是为别人求？他来个朋友，他家里来朋友没有吃的，他上别人那去求去。这是耶稣基督举了个例子，这是替别人什么？
带球啊，带球好不好使？好不好使？哦，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必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前面他说了，我告诉你们，虽然不因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给不给啊？神给的没？但你这个心满心相信神必做，神给你做的必能成，满心相信，一点也不疑惑，情辞迫切的求，那是为一件事情情辞迫切求，神给不给你？一定给，一定会给的，因为这神自己应许的，你祷告的时候就抓住这个应许，就一定能到，一定能成功。你别说我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先求信呐、啊。主啊，加增我们的信心，是不是？一个父亲跟一个儿子求，最后耶稣说：“你们让他们信，三人能为一。”那这个父亲说什么？主啊，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求你加增。这是不是求信呢？对，为信求，为自己的信心求。你可能你求的代表的，可能不是一个方位。我们可以看一段经文啊，你代表的不是一个方位。你为别人求，你可能不是为自己求，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为别人求。除了为自己，主啊，我的灵性，叫我的灵性快快的见长。主啊，求你兴起我。主啊，求你使用我。主啊，你加添我的能力，你加添我口才智慧，能够把你的救恩讲述的明白。除了为自己求，为自己生命见长求，为自己能够被主使用所求，还有为别人代求。好，咱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节，操练着为别人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为别人代求。好，第二章一节，我劝你，第一要为外人恳求。为外人是多少人？主啊，求你为中国的全中国这个灵魂祷告。为外人，不是为一个人。是不是啊？祷告代求助谢，祷告代求助谢，为外人，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因为将来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要逃到山洞里和岩石穴里，对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将来耶稣来了，他们肯定得受刑罚呀！今天在没受刑罚以前，叫我们众弟兄姊妹为外人代求，并且为君王代求，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代求蒙不蒙悦纳？啊！因为他要外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注意看，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那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基督耶稣，他使得自己做外人的赎价。你为什么为外人祈求？因为这个赎价是为外人做的赎价，是不是啊？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傅，教导他们相信，学习真道。我说的是真话，并不是谎言呐，是不是啊？要为外人代求，因为这个救恩是为万人做成的，不是为一个人做成的。当你求的时候，你要把中国、把全世界所有的万民都带上，不是为死人，是为活人，现在还在地上的人，是不是啊？这是你操练为万民求。好，我们看几个例子啊，我们先看《创世纪》第十八章，《创世纪》第十八章。
创世纪的第十八章，晓得吗？十六节，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持续啊！第四，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我们看亚伯拉罕是怎么代求。首先，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警醒，有信心、警醒，所以上帝称他为多国的王。你怎么知道他是警醒的呢？我们首先在没看他代求的以前，看他没他住帐篷，这是第一点。再者，不时常在帐篷里面，都是在帐篷外面。他每一次被上帝遇见的时候，都是在外面遇见的。献祭场的时候也是在外面。等他这个时候，就是上帝耶和华跟他显现的时候，他在幔地橡树那里，在帐篷门口，从来不帐住在帐篷里。注意我看啊，第十八节，十八章第一节，耶和华在幔地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伏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给你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在哪儿？曼利橡树呢？那么亚伯拉罕首先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看见呢？神要毁灭索多玛，神没有直接告诉亚伯拉罕，对不对？有没有告诉？没有。那亚伯拉罕怎么知道的呢？一个时常在帐篷门口的人，你注意看啊，帐篷门口，帐篷门口是在里面，是在门口。什么叫门口？什么叫帐篷？帐篷今天代表什么？啊？帐篷代表什么？不就这个肉体吗？既然帐篷是拆毁了，就必须神造的。什么叫帐篷？这是不是帐篷？你天天住在这里头，你能遇见什么？你天天住在肉体里，神能向你显现吗？你住在基督里，神才向你显现。在帐篷门口，表面不在肉体里，出离肉体，脱离肉体的人，帐篷就代表肉体。我亚伯拉罕警醒，为什么是警醒的呢？圣经说你们要警醒祷告，不住地谢恩，警醒祷告，是不是啊？他为什么他在幔地橡树那里代表他是过着支搭帐篷的生活，在生活中间是特别简陋的，并且他不时常，我正午正热的时候呢，中午正热的时候你干什么？你看不干什么？正热的时候你干什么？你张大嘴打打什么？打瞌睡，对不对？正热的时候多半都在屋里，在帐篷里好好睡一觉，是不是啊？但亚伯拉罕有没有睡觉？没有，没有，并且在帐篷门口。那么我们再往后翻，在二十二章再看。
注意看啊，二十二章的第一节，这事以后，谁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表明他警不警醒啊？呼叫他的他沉没沉睡？现在有的时候神呼叫我们，我们都可能都在那肉体里呼呼睡大觉抱着，在这帐篷里，在帐篷里就是沉睡的，在肉体里的人就沉睡。不信你去试试，他不警醒，地震对他也没有关系，战争的飞机嗡嗡响对他没有关系，外面小伙子没有对他没有关系，发大洪水没有跟他没有关系，是不是？有战争了，有瘟疫，有饥荒，有地震，对他都没有关系。一个警醒的人，住在帐篷门口的人，一听见了，听见哪有灾难的，他马上说：“主的日子近了。”他的心里那种感觉，我也不知道。等有一天主给你那种感觉了，你就会有这种感觉了。你看哪地震、饥荒、战争、瘟疫，一有这种响声了，一有这种新闻联播，就出来这种现象，我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住在门口的人才有这个感觉，住在帐篷里的人他沉睡的，这些事情他们毫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他不会关心这些事的。真正一个灵体清醒的人，就像亚伯拉罕这样清醒的人，所以他能，他才真正能替谁去代求呢？替索多玛代求。那么我们看，替索多玛代求为什么？他为什么要替索多玛代求？因为他的侄儿罗德跑哪去了？跑索德玛，挪移帐篷，一点一点挪移。那我要问弟兄姊妹，罗德是不是他的骨肉？是，是他的骨肉。好，那今天教会的弟兄姊妹一点一点向世界挪移了，被世界吞吃了，都为了做买卖，不顾主位了。你带没带球？啊？他们要。在这世界中间要被灭掉，他们不回来，就在世界中间一点一点就扯到世界中间去了，全在肉体中间。就是你替天的代求。好，我们看今天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代求。好，看他怎么代求的啊？我们往后翻十八章啊。前提是他先警醒的，不住在帐篷里。第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三人，那么在十八章也说三人，这三人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以三个使者向亚伯拉罕显现，是不是啊？以三个天使的形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那这三个代表什么？三一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以三个向亚伯拉罕显现。主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圣灵只有一位。那么这三个就代表这我们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是不是圣父、圣子、圣灵？好，我们看三人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是我做的事，岂能瞒着他呢？”有信心的人，神做事你都知道。为什么？因为神会指示你。你比如说，神要毁灭世界的时候，告诉谁了？用洪水毁灭世界告诉谁了？挪亚。挪亚要不是因着信，上帝会不会告诉他？不会的。所以他说：“我岂……”这里面说：“我所要做的是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不能瞒他。注意往下看啊，亚伯拉罕因着信就知道上帝眼睛看到上帝的眼睛观看着索多玛，就知道。上帝将要对索多玛进行愤恨，愤怒就要临到索多玛，就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啊？嗯、所以他就跟着一起往前送。往前看啊，注意看，他说：“亚伯拉罕，
必要成为强大的国。经神给亚伯拉罕的评价，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繁复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都成就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声闻于我就是声音达到我耳中，我听见了，闻是听见的意思。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尽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不然，我必知道。好，神今天对索多玛这个愤怒，就正对这世界的愤怒，是吧？这世界已经罪恶最大恶极了，上帝要毁灭这事情，告不告诉我们？告诉亚伯拉罕要毁灭索多玛，告不告诉我们要毁灭这世界？那今天有许多人都在这世界中间，行不行？所以我们要为什么样人代求呢？就是那些被世界的金钱、名利、地位蒙蔽了眼睛的人，为这些人代求，好不好？这是最关键的，这是操练你今天代求。有许多人是不是神预定的儿女？是，但他们现在在哪里？在世界中间。上帝要不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城？要，但他们在世界中间就要和他们一同被剿灭了。所以我们今天要为这些人代求，注意看啊。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就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毁剿灭了啊。你看亚伯拉罕的祷告怎么祷告的？亚伯拉罕怎么带球的？无论善恶你都剿灭，你连善和恶都不分了吗？神是良善的神，连善恶也不分了吗？注意看，第一个亚伯拉罕是怎么求的，是吧？倘若那城里有五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就是索多玛要有五个义人，你还狡辩的地方，有五十个义人，你还狡辩的地方吗？倘若就是假设，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狡辩吗？用外化的方式，一问一答的方式来祷告，一问一答，问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狡辩的那城吗？耶和华说，若是，注意看啊。不为那城里的五十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了，他为什么为索多玛求？是用外化的方式求的。注意看啊，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都不是你所做的所行的。恶人和义人能一同绞杀吗？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抓不抓英雄？抓英雄。你不是公义审判全地主，你不是按公义审判，那你把义人和恶人一起一同剿灭吗？你看这个祷告，你看这个祈求，是不是？第一个祈求以外化的方式，而且抓住应许，向神祷告，为索多玛代求。好，再往下看。耶和华说，我若在索多玛城里现有五十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好，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尘土，还敢对主说话。假若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就因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若在那城里，说我在那城里若见有四十五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第二次又用外化的方式
说少五个，你还回别的城吗？又把你回来，我就为这城里有45个艺人，也饶恕那城，不回别的城，是不是？好，要不然还又对他说，假设在那里建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几次祷告了？3次了啊，3次了，记住啊，3次。第30次，要不然说，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设在那里建有30个亿。怎么样呢？他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倘若那城里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像不像小孩啊？像不像粘牙的小孩啊？那小孩粘牙的时候就一个劲粘粘粘粘，亚伯拉罕像不像小孩？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小孩，断不能。这是你看，现在主的面前就为了所罗马的缘故，就像主啊，像个小孩一样的就对主祷告求啊，其实是变相的为所罗马求，对不对？往下看啊，为这20个缘故，我也不毁灭这城。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那城里有10个人，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走了。对话的方式跟神像朋友之间对话的方式，因为耶和华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我们今天耶稣基督称不称我们为朋友？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不要中间下比千言，离去万里，好不好？你祷告也要直求。亚伯拉罕用一种问话对话的方式向神求，最后一直求到多少个人呢？有50个人，求到30个，求到10个人，有没有呢？10个人都没有。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求完再回到自己的地方去，这求的妙不妙？神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担忧的是罗德？知道，知道。罗德一家，挪移上土，挪移来，挪移去，挪移到所罗马。今天有没有那些个基督徒，上帝一定拣选的基督徒，没明白就我一点点挪移帐篷，挪移帐篷，挪移到世界里头去，在世界永远居住的，有没有？有。啊，有没有你家的儿女，为这世界的金钱、名利、地位、使劲的赚取，没有认识上帝？一点点把帐篷挪哪去了？挪到世界里头去，有没有啊？我们要为他们代求，好不好？求主可怜他们，使他们从世界中间走出来。但愿神的使者来了时之后呢，都毁灭所罗马和罗摩拉，硬把他们拉出来，就像拉罗德的一家一样，把他们拉出来，好不好啊？你家里一个人落在地狱的刑罚中间，你也不好受，对不对？因为今天上帝在家，你这个家庭中间兴起了你，就是为了拯救你全家。亚伯拉罕一家蒙拯救，从所罗马出来的。罗德的一家从亚伯拉罕一家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罗德的一家从所罗马出来的。挪亚的一家从哪出来的？大洪水中间出来的，是不是啊？都是一家一家的出来的。我巴望着我们这一家都出来，好，守护我们这一家人都出来，行不行？神的一家都出来，没有一个落在地狱里。这样的代求主必听的。当你诚恳的向神求的时候，诚诚实实、恳恳切切的向神求的时候，神必能听的。所以我不愿见我的每一个亲属落在地狱的硫磺火湖里头，是不是啊？你们也是同样跟我一样的心情，对他们不信耶稣不来到主面前很迫切的心里很焦急。我们首先中间不要经常住在肉体，一住在肉体你就像
就像什么沉睡的，一沉睡你就说沉睡的说胡话。当你脱离肉体脱离帐篷的时候，你所说的话才是实实在在，是醒过来的话，好不好？你看亚伯拉罕的祈求好不好，好不好？是朋友之间的对话的方式，是不是啊？像朋友和朋友之间的对话。那你先告诉我来，五十个，你再告诉我一遍，四十五个，短五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以对话的方式向神祈求。神有没有发怒？神一生没跟亚伯拉罕发过怒，你信不信？你给我找，你要能够找到一段经文说神跟亚伯拉罕发过怒，那就算我今天我没看圣经了。一生没跟亚伯拉罕发怒，而且称亚伯拉罕为朋友。我相信我们有信心的人，在主耶稣基督面前，主耶稣也把你当朋友。耶稣说过，我从今以后不再称你们为什么为仆人，乃称你们为什么好。咱们看民数记，民数记十四章，民数记十四章，摩西的代求。摩西为谁代求？摩西啊，咱们看摩西怎么代求的。摩西啊，是为以色列百姓代求。为谁代求？为以色列会众。代求。亚伯拉罕为所罗门代求，摩西为以色列会众代求，是在民数记十四章记载。我们首先知道摩西啊，在埃及曾经是做过什么？摩西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女儿，是不是啊？在皇宫里享受的好不好？好，享受特别好。最后摩西被招出来领以色列出旷野，而这些以色列人顺不顺服啊？不顺服。当在一个地方就是什么加里斯这个地方，加里斯这个地方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加里斯翻译过来是圣与分开的意思。就走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发个怨言了。他们发什么怨言呢？在前面他们就总怀疑耶和华是不是故意玩捉弄我们呢，把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那围着肉锅大吃大葱大蒜，今天呢围着肉锅转把我们领出来，领到那旷野，既没有水也没有什么，也没有粮食，也没有衣物，也没有房屋，也不能放牧，领到这里干什么？他们明不明白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呢他在走到加里斯的地方，加里斯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就怀疑，终于有话说猜想有中间十二个探子进入到加里斯，到那里去探，最后探的结果是什么？探的结果那里头的确是有难以密之地，的确好啊，正如耶和华所说，那个地方是真好啊。最后呢，但是呢，这一但是就把耶和华的这个心意就给否了。但是那个地方的人特别高大，城墙那个城邑特别坚固，城墙砌特别宽大，人呐、啊，巨人，加拿人和我们希伯来人不一样，都是大巨人，大个。是不是啊？个特别那么大，
是不是啊？我们到他们的中间呢，他们看我们，我们看他们，如同什么巨人？我们在他面前如同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这么看，像蚱蜢似的。蚱蜢是麻嘎的，是不是？蝗虫一类的。我们小，他们大，这个地方可去不了的。就有这么这十二条，其中有十个就给我这样报恶信息的，就回来报这个恶信息。报完这个恶信息呢，给以色列人中间就造成了一种，是不是煽动了民心，是不是啊？蛊惑人心，使以色列人的信心消化，一个一个的都起来发现人了。以色列民再也没有力量要进迦南，这件事关乎到什么？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得产业这件事，是不是？迦南是不是上帝预定给以色列民的安息之地呀？是。叫他们进去的，把所有的迦南西族全部灭尽。但是他们现在看外在，看环境，是不是？看着周围的。凭眼见，你看他大我小，凭眼见城墙关大，我们怎么能进去呢？所以在巴夜人其中就有十个巴夜人，有两个报好信息的，这两个其中是约书亚和加勒，他们报的是好信息，因为每一个支派都选中一个人进去，一共十二个支派选中十二个人进去看这个迦南地，其中就有十个支派都说不好的话。知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应许之地？他们经历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经历耶和华的大能，经历经历红海对垒，经历经历云柱火柱，经历经历天上掉掉马达，经历经历，他们经历经历被鹌鹑呐，飞到他们帐篷，耶和华供应给他们肉啊，这么多的神迹他们都经历了。最后结果是什么？开始发现人，十个探子，其中就有十个探子在发现人。这十个人一煽动，人心就不稳定了，就都对上帝的应许怀疑了，开始就开始发现人，上帝就开始对以色列民呢就开始发怒，是不是？我们注意看。第十四章第一节，我们先看发愿言。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干什么？学狼叫呢，哭嚎，不是好东西，不是正常的动静，叫的像狼叫。那叫我们死在旷野，大伙都在哭。你说这整个旷野中间一哭传的老远了，并且他们住的地方是加里斯的地方，是加里斯的地方，而且仇敌呢转周围啊都对他们虎视眈眈，一听完了，这以色列百姓都哭起来了，男丁都快嚎起来了，不是好的声音嚎，是不是？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开始发怨言，谁挑动的啊？谁挑动的？今天那个主那个领头那个人很关键，是不是啊？教会中间领头那个人也很关键，关不关键？很关键。瞎子就是领一群瞎子，一个人没有信心，那一群都没有信心。教会中间有几个人说不造就人的话，会不会影响弟兄姊妹的信心？就往反面上整了，有的人活着就是跟上帝俩敌对，就往把众百姓就往反面上整了，整烂了就把自己命整没了。你要能整，你整的又欢，最后秋后一拉清单，对不对？神家的事工，这个领头很关键。领头有信心，那众百姓就有信心；领头没有信心，众百姓失去信心。所以他们为什么好？
好的目的是什么？还要回埃及，嚷闹着要回埃及，是不是啊？今天你要不要回世界？一听说这旷野呀，这么艰难的，啊，上迦南那又那么艰难，那人又那么高大，城墙又那么高大，人又那么大，我们怎么去攻取啊？凭眼见，凭现象，看现象，不凭信心，永远都不能得神的喜悦，是不是啊？最后都倒闭旷野。我先看啊，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死在埃及地，他要怎么俩死啊？用埃及地死，他已经出旷野说巴不得我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边嚎边发怨言，边要死在埃及或者死在旷野。出没出啊？出没出埃及？他们已经出埃及，在旷野里就发了怨言，在家里是马上就到了迦南地了，就发出这么一种通电。你往下看啊，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其实变相的怕那里的人，怕死，怕打仗，是不是？不愿意跟他们打仗，怕死在刀下。那我要问弟兄姊妹，迦南这块土地，上帝给没给以色列民？给了，给了。他们为什么怕？就是因为10个人一说那个三路这个话语，他马上信心消化。今天你的神是什么神？啊，永远是得胜的王，是不是？为什么还会害怕呢？害怕的人表现在信心上根本没有根，才害怕。别人一煽动几句话，马上就停。现在有没有这群人呢？得去啊！可别听王彦豪讲道啊！去了也别看电脑，你要看电脑，电脑就出来冒出个鬼把你抓进去。哎，是吧？是啊，电脑那出鬼吗？就不敢，胆怯的人进不去。其实路就胆怯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拜偶像，他都进不去了。胆怯的不敢进去，恐怕死，是不是？将来敌基督要威胁你的时候，也是这么威胁的，是不是？好，这个前提，以色列百姓在向谁发言？向摩西和亚伦发言。注意看啊，他们要死，他们要求死。是吧？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呀！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他说埃及好，要回埃及。你说世界好，要回世界去。表明这群人在哪里活着？在肉体里。哎呦，我的妻子啊，就被人掳去，就当别人妻子了。哎，我的孩子被人别人掳去，就当别人的孩子。我在哪里？我在肉体，是不是啊？属肉体的，活在肉体里呀。害怕进来的地方，一打仗的时候把我们都杀了，把我们的孩子掳去，把我们妻子都掳去。顾念的是什么？顾念的是肉体。你看这群属肉体的人。能好不好？现在教会中间就是这领头的人都是在这里，是不是啊？一提到就是肉体的事，一讲就讲肉体上的事，一交通第一件事就是肉体上的事。他不讲属灵的事，他没有看见，眼睛是瞎着的，属灵的瞎着，属灵的近视眼，魔鬼蒙蔽了他的眼睛。就在这里开始哭嚎，注意看了。他把埃及地看成比耶和华给他的应许土地还好。再问他，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连嚎带哭地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耶和华怎么得愤怒啊？我注意看，摩西亚伦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那地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
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那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为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约书亚亚和加勒说了信心的话，那十个探子说了什么话？消化人心的话，是不是啊？约书亚说完信心的话，他们这众人起来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你看这种话有没有信心？这还是从圣经来的话。他说什么？我们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呀、啊！今天你知道天堂是极美之地吗？极美呀、啊！你梦寐以求的天堂，我要进天堂；梦寐以求的天堂，今天要叫你离开这世界进天堂，好不好？好，注意往下看，这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我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这是信心的话。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好地，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回来有喜讯，那是背叛耶和华，这是背道。神给你领出这条道，你背了道，你想回埃及去，你想干什么？受降死啊！注意往下看，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谁能看到这一点？上帝把他们已经赐给我们做食物，我们能吞吃他们，这是不是信心的话？是。再往下看啊，并且因为他们已经什么离开他们，他们已经没有能力了，因为他们的东西已经没有了，是不是？他们的信心消化了，你怕什么？我们进去只管得那地为业呀，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砸死他们两个人！”看看，今天你谁说信心的话，他就拿石头打死你。我把这好听，就说信心的话，拿石头打死他们。我好听讲到对方信心上讲，啊，你人明明有罪，还说没罪的，啊？耶稣哪担当我们罪？耶稣一个人就能担当这么多人的罪吗？真扯呢！他就这么说，就把这话当成绝对真理。拿石头把王一豪打死，恨我的人多不多？多呀！你可以在网络上就知道，恨我的人太多了。八个话，现在把我就碾碎了，他们才解恨呢。最后我们会看，咱们先休息一会儿。